间监狱，作为监护人士，作为领袖，作为总长，作为团主，作为同事监狱，大家平安。正式在咱这个圣堂保障下，庄严的佛堂，大家会当呢来互相感受了一份非常殊胜、非常难得的这个特殊时刻。会使讲今日圣堂的成立甲完成，拢是咱上天落雨所逼，咱老祖宗奉祖，咱师尊师父大慈大悲，以及咱老天爷，甲咱护庇。由于呢，咱过去，咱的老天爷，以及咱现在当今奉天爷。已经非常坚持，过去会将咱主理的教育，所以让咱这个圣堂的这个建设，会当咱较完美、较完善，这也是咱大家的一个福分。会使讲，咱大家这个这么庄严、这么好的堂庙，大家来互相来。那么，咱今日这个班也是咱未来的第一次这个班，自贵以来，真少讲单做人才，会当呢，今日来这个这么好的这个一年时下，大家来共同来参加这个班。那么，咱今日这个班的一年，咱奉献的也变得顺利，因为伊家的车，甲咱家，甲咱指导，甲咱呼叫了后呢，伊感觉讲咱大家啊有需要啊，在这个时阵，搁在大家对着未来的这个道路，对着咱大家以后的这个心志，搁在这一关。所以因此，咱武汉呢，比较要求咱奉献的主义，所以奉献人呢，对咱大家特别的关怀，所以才今日这个班的成立。奉献人呢，伊早晚两点才到孙良县，知啊，会知啊，十点半比较十一点。到人家，会使讲一个年纪真大的老伯伯，前辈者，伊呢安尼南方奔波，甚至呢现在时间一贯是中华民国一贯是中华的秘书庙，会使甲讲伊这个一贯是中华的文化非常繁忙，国外的生意分会伊拢派去。佛教，那么呢，佛在稳定引导非常的方便。这个佛教来给咱指导，来给咱佛教，这是咱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。所以今日咱这个班啊，这是用咱空间的所属。所以咱今摆呢，来请咱空间的人来给咱助力，啊，给咱佛教。咱家的恢复会，希望咱大家呢，以热烈的掌声来向咱奉献的。